糟啊糟啊！各位，我们今天要玩的游戏是崩坏，然后就像我标题上面打的，就是我们今天要把松雀抽出来，就我们的松雀奶奶。你们也知道我从小是奶奶带大的。各位，我们就来抽卡吧。我们今天的目标，各位，就是把我们的松雀奶奶抽出来啊，又奶又能够输出的奶奶。这角色刚出的时候，我就好喜欢他哦，又有风水，又有奶奶的属性，我觉得我运气一定会很好了。我们今天就简单的抽他的一个武器。如果我在保底前就抽到的话，我们搞不好可以再抽第二只。Let's go， 我不会歪的，各位。我跟你们讲，剩了三个字，不可能。Let's go。没有，我小氪就好，各位，我小氪就好，为我的女儿着想。我们小氪就好，你们就先小氪一单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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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氪一单。Let's go 2800，上去。我们要六角，我们要六角，我最近六角五的游戏太多。哎，我是不是可以氪这个啊？我小氪而已，各位，我们小氪而已。哦，等下装备也可以，我装备也小氪一下。小氪小氪，来吧，十招。哎，你该出了吧？奶奶该出了吧？哎，我居然没有这个，怎么一直掉着礼包？来，该中了吧？别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女儿，冷静点！我只是抽出你的奶奶而已，女儿，我只是把你的奶奶抽出来，我在让我们的家庭团聚，我们家庭是客出来的，因为我们是客家人。哎呀！单抽，单抽出奇迹！Let's go！ 我单抽真的中了，耶！谢谢各位。哎，武器也要抽一下，对不对？好了，各位，我们武器就看缘分了。各位，我们武器看缘分。Oh no！ 我的卡不够了。那我们先这样吧，我们先这样吧，我们去跑主线吧。我们今天有最重要的任务，就是我们要赶上主线的进度了，各位。形体会变？哈？那不是松雀吗？请各位随我。是要跟松雀打吗？哦 no！ 哦，他眼睛是红色的。好嘞。OK。好帅！OK， 你可以可以可以，我快打完，我快打完，来啦，吸进来，加油啊！哇，这是灯姐，这是我们的伙伴，各位，终于不是我们被这样射了。亲，哎，我们早就已经把整个世界抵押给了自己并不理解的存在，都此落幕吧。哦 no！ 怎么？妈妈，的确是为你量身定做。Oh no！ 影子怎么打一太阳？松雀的心愿是什么？
他真的就想要靠自己死来拯救大家吗？现在的我想要把大家的故事写在书页上。心愿。要是有机会，你能不能帮我写一本书？倒也不用连篇累牍了，就几页纸也成。现在的我已经有了许多想法。对了，我可以把你们也……我可谢谢你，谢谢你。不如说，能被记述在一星的故事中。奇怪，什么声音？好像是从那边传过来的。等等，那是……啊，什么东西？哎，这咱就是取个衣服，也没想干啥呀。啊？你谁呀、啊？怎么说起来？你也不想咱刚醒就被那棕色的冷风吹感冒吧？还有胡子吗？这么不吉利啊！咱平安无事的回来了，不夸咱就算了，怎么连说欢迎回来的人都没有？他不死图腾吗？好，至少松雪还活着，我就已经够开心了。我就实现标题的承诺吧，因为我昨天直播的时候，其实我说如果破防了，那我就把松雪抽满。好了，我其实喜欢上他，我原本觉得可能还好，我只要抽一只就好。你们说先抽武器是不是 ？OK。哎，我这抽到了吗？我这抽到了吗？是这把吗？我这么中了、啊？嘿、，Let's go。OK。那我们继续来吧，松雀。嘿，来 ，OK， 来吧。OK， 保底钱就赚，各位，保底钱就赚，跟保底 say no。哦，这包中了吗？这是保底吗？我这是第一只，来各位第二只。这这么难出的吗？我要保底了，这一定有。Yes， 呀、yeah! ，就由我来守护你吧，让大家永远记得你的故事，因为我把你抽满了，你将会是我崩坏三第一个满的角色松雀。我运气会好的，猪妹我运气会好的，观众我运气就会好的。松雀，我跟他有缘，各位，就说不会保底，就说不会保底，我们再一个，各位。两单，来吧，奇迹。領域展開無料空間。不，我变装了。为什么实况组开台抽都运气不好？这游戏会通过 AI 技术，从这镜头认出你，你知道吗？游戏认不出来，来，来。只要松雀够爱我，单抽就会出来，各位。有看过单抽中松雀了吗？来，谢谢各位，游戏天才，松雀是我的奇迹。来，有，哈哈哈哈哈 ，Let's go， 我剩最后一只，来。抽一抽，抽抽 ，Yes，Let's go， 啊，松雀，好了，我们差不多在这边结束啊。然后我刚刚看了一下崩坏三的 FB 官网，哪里可以预购？我认真想要有哎、欸，松雀值得这样哦。它有一个 Y40 的机壳，而且它有咖啡厅哎、欸，你们知道吗？它有跟 Kira Base 合作哎、欸，这里。火石坊，哎呦 ，OK， 只要去了就会送这餐巾垫。由我来跟你们说，崩坏没有凉，因为我加入了各位，我觉得剧情还是很棒的。
好了，那各位，我们今天就差不多到这边了，拜拜拜。